刚今天有一个来宾到场，可是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上台，就是老王，老王，老王还在不在？让我们欢迎王光良先生。你要唱歌还是要打鼓还是要玩铃？我是来听歌的。我知道你有买票啊，但是那个麦克风可不可以用？他可能要 solo 什么，我不知道，因为他要自己一支麦克风。没，那讲话比较容易啊。哎，对耶，你好聪明哦。对啊，我们家可以对话啊。那叫铃鼓对不对？对啊，不一定会玩耶。没关系，我上来干嘛？我是要替你唱歌，我买票的。而且你刚才都说，可是这边你都好严肃。对啊，然后一直拿照相机是怎么样？照相机没关系啊，可是我跟你说，今天我不能唱歌。为什么？我没有带我的 band 来。哦，那这样你帮我敲铃鼓好吧？你愿不愿意？帮你什么？敲铃鼓。好啊。那我要节奏不对没关系哦，没关系没关系。什么歌啊？临门寺。什么？临门寺。好，我先听。你先听。你要哪一种啊？啊，这叫铃鼓哦。那是叫什么？对不起。这个空的。这叫这是 tambourine 嘛，对不对？对对，这是铃鼓，然后还是你要玩 shaker。啊 ，shaker 好了 ，shaker 比较好。这样你要玩这个叫卡巴萨 ，shaker 比较容易。好好，我没有天分在敲击乐上，因为我的节奏不准。可是你的声音怎么收 ？OK， 这样辛苦你了。会很挫。你等下会不会跟我分钱？什么？就是没听到。好，那个我们来唱《柠檬树》。哦，柠檬树啊。这个怎么敲？随便你啊，这看天分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，我直接说我没有。好，好，来，来喽。
射了完了，射了完了。我的爱是蓝蓝裙。我有没有破坏到气氛？对不起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完全炒热了，炒被你炒热。谢谢谢谢谢谢光良，谢谢。